由 ACY 希望为您独家呈现的会视情报局，我是主持人 Siri。 今天继续由我同老朋友 Lucas 为大家带来本周会视资讯。你好 Lucas。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本视频是仅对市场行情做以分析，并未将您的个人目标以及财务状况考虑在内。在上周二8月1日，澳联储宣布维稳利率决议不变，同时也表明了在未来两年对于经济增长的信心，这预示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货币政策将维持不变。受此影响，澳元是短线下挫，并且跌破了0.80的关口。但随后澳联储主席诺威发表了鹰派的言论，以及早间中国数据公布的良好，拉升了澳元，目前澳元是维持在0.79一线。接下来让我们把时间交给 Lucas， 让他为我们带来具体的解析。好的，我们首先看到上周澳联储是公布了最新一轮的利率决议。其实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澳联储都是维持利率决议不变的啊，包括市场中的经济学家们也在利率决议公布之前给到了预测，未来的整个一整年内，其实也就是在2017年啊，在整个2017年内，澳联储一般性不会采取一些大的动作，比如说像加息这样子的行动。那么我们来看啊，其实澳联储在澳元每每走高的时候都有这个习惯去发表一些言论打压澳元。那为什么？因为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啊，澳元是属于商品货币啊，它是依赖一些大宗商品的主要输出国，那和加拿大和新西兰都相类似。那加拿大的话主要是输出的原油，那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话主要的是一些黑色系的啊，铁矿石、煤炭啊这些大宗商品的出口。那么如果说他们国家的汇率一旦保持在一个高位啊，或者说高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给他们的出口带来非常大的影响。那汇率走高，商品价格势必也会走高，会影响到他们出口的一个销量啊，所以说也会对他们的国家的经济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每每在澳元汇价走高的时候，澳联储的一些官员总要发表一些口头干预的警告啊，打压澳元汇率的持续的一个走挺的状况。另外我们再来看澳大利亚国内啊，其实澳大利亚国内的就业形势是有一部分的好转，包括我们说所谓的一些啊房市过热的一个现象也有一定的缓解，但是通胀还是澳联储目前所面临这一个最最头痛的问题。那其实通胀是全球各大央行都面临的一个非常主要的老大难的一个问题，也不光光是澳联储一家，包括像美联储，包括像欧洲央行等等。那解决通胀的话，我们说啊，随着科技的进步啊，也是因为有了许多新兴的产品来代替了多个行业啊传统行业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啊，整个全球的通胀目前都是处在一个比较低迷的状态。那么未来是否全球经济复苏有所回暖，首先还要看到的是美国，那么我们稍后还会去聊啊。那就目前而言的话，澳联储不太可能会去调整它的一个货币政策，包括是一个激进的路线等等啊，因为它的通胀还达不到一定的要求。尽管说它的国内的经济情况啊是有所复苏的，但是当它的一个汇率达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啊，澳联储认为非常高的水平，比如说像啊0.80这个整数关口，或者说他们的涨势的节奏来得比较的快，当澳联储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节奏的时候，那么他们会口头干预啊，进行一定的打压。所以在这边也是建议我们的投资者啊，如果说是关注澳元的话，首先在澳元涨势比较迅猛的时候啊，注意保护好自己的仓位啊，进行一些提前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因为他们政府的官员啊会去打压汇价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动作所存在。另外看到它的一个动能啊，是不是它的力度和幅度都有一个爆发性的趋势？那如果说短线的爆发性的趋势非常的强劲的话，那么等它涨势一旦有所衰竭的时候，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啊，这是我给予我们投资者啊关注澳元多头的一些操作型的建议。但是有投资者问到说，哎，那现在是不是关注澳元空头的一个非常好的时机？那首先在这边还是要强调，澳元它本身的一个商品货币的属性，那如果说大宗商品价格有所起伏的话，
很直观的就会对澳元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另外我们也要留意到中国方面的一系列的经济数据啊，前面主持人 Siri 也提到了，中国公布一系列经济数据的时候也会对澳元的短线产生一定的影响，因为中国和澳大利亚是非常好的贸易合作伙伴的关系，那中国的实体经济啊，包括中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一旦有所好转的话，那么势必也会加大对于进口的一个需求，从而提振澳元。好的，感谢卢卡斯精彩的点评。我们再来看看上周非农数据。在上周五8月4日，美国季调后7月非农数据录得增加20.9万人，是好于了预计值增加18.3万人。那非农数据公布后对于美元指数的影响是怎样呢？接下来我们请卢卡斯带来具体的解析。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上周公布的非农数据表现的还是比较的强劲啊，总体来说还是一份含金量比较足的就业报告。那非农就业人数的话也是站上了20万人关口上方。那在往期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聊到过啊，如果说一份非农报告它的非农就业人数是站在20万人以上的话，那我们说它的表现是非常的良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一些其他的分享数据啊，像失业率以及薪资。那先看失业率啊，失业率上个月公布的时候是重新反弹到了4.4%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这个月公布的话是下降了0.1个百分点，是有所好转的。那另外重点来看一下薪资数据，那薪资数据其实从2017年开年到现在一直都没有达到过预期的水平，可以说近半年来啊，整个的一个薪资增长美国方面表现的都是差强人意。那这一次的话着实的是给力了一把啊，也是达到了一个预期的水平，这也是导致了为什么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后啊，现货黄金是有一个单边下挫的行情所出现啊，美元指数也是在低位有所企稳。那么这份非农报告的话，其实在此前的节目中我也有跟大家分享到过啊，其实这一轮美元指数的企稳反弹向上，包括金价的下挫，都是有利可循的，有据可循的。那首先第一点，我不知道我们的投资者还记不记得啊，在之前一期的节目中我有跟大家分享过一些关于胖手指啊，包括在一些重大事件公布之前盘面短线出现的所谓的闪崩啊，我们投资者可以是非常非常注意到这一短暂的一个现象的。那么在非农数据公布之前，其实在上周四的亚洲时段啊，亚市刚刚开盘的时候，现货黄金短线就有一波闪崩了啊。那之前也跟大家聊到过，很有可能是一些大型的机构或者是一些啊操盘手提前预知到的一些所谓的小道消息，或者说了解到一定的资讯，提前进行了一个进仓和布局。那按照这个思路的话，其实也可以预见到啊，非农单边下挫的概率会比较的大啊，对于黄金来说它单边下挫的概率可能会比较的大。那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啊，从往年的历史数据来看，其实从2015年、2016年包括2017年，它7月份的数据都会比较的良好。为什么？因为7月份的话恰巧是美国的毕业季的来临，会有很多大量的学生涌入到就业市场去提振这个就业岗位。那另外暑期的话也会伴随着很多的学生员工啊，包括一些假期的打工等等。那也跟我们的投资者提到过，非农就业报告它会把一些兼职就业人数啊，包括说是学生员工全都一并记录在内啊，所以非农就业人数的话它可能会参加着一定的水分，但是由于增加了这些就业兼职人数啊，所以使得这份报告乍一看来说啊，它的就业人数增长是非常非常的迅猛。那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啊，此份非农报告究竟会对于近期的美元指数或者一些其他的非美货币带来一个怎样的效果。那么从2017年至今啊，我们看一下这张周线级别的图啊，美元指数是呈现了一个单边下挫的行情，基本是处于一个瀑布式的下跌啊，整个下跌的坡度也是非常的陡峭。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跌到周线级别的200日均线位置附近的时候，那美元指数将会遭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考验，是继续的保持连续创新低的节奏，还是在这一根均线位置附近有所企稳回升。因为在此前啊，历史记录的低点差不多是在92关口位置左右的附近啊，美元指数是经历过一波企稳向上反弹的一个动作。那么现在价格重新回落到这一点位，也遭遇到了一定的
支撑的力度，那么是不是一个非常良好的契机，帮助美元指数去一个很好的向上反弹呢？我在往期的节目中也是跟我们的投资者分享到过啊，在美联储六月利率决议完成之后，宣布加息之后啊，我说到过美元指数可能会经历很长一段时间的疲软的走势，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加息预期在的话，那未来美元指数还将会有一个腾飞。那那个时候我给出的日子差不多是在九月份到十月份啊，九月到十一月份这一个季度啊，这三个月的时间，美元指数可能会有一个腾飞的状况。那么在八月份的时候，很有可能美元指数将会是有一个筑底的行情啊。什么意思？它在连续的下挫过程中之后，再跌至到一个底部位置，很有可能会在低位有一个企稳的状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称为价格将会在这一个位置进行一段时间的筑底，也就是会形成一段时间的震荡行情。那么在经历过短期的筑底震荡之后啊，关注它向上的一个反弹的动能。如果说未来美联储在九月如期的提出了缩表，包括在十二月份加息的预期也一直保留在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美元指数将会在九月、十月以及十一月会有一个比较乐观的啊向上的一个反弹的趋势。好的，谢谢 Lucas。我们看完澳元以及美元指数消息面新闻回顾，接下来再来请 Lucas 为我们带来美元指数以及澳元技术面分析，有请 Lucas。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盘面。我们首先来看到美元指数，那美元指数日线趋势图在均线系统的压制作用下延续了中期的客观跌势。那美元指数经过七月五日以来的连续下落之后，当前在92.50获得了支撑，超跌反弹。预计美元指数经历过周初的反弹，遇阻中期的弱势可能会保持持续。那从短线走势来看，美元指数上周五在92.70获得了支撑，企稳回升。美元指数当前也已经突破了93.15的阻力，短线跌势阶段性的结束。那美元指数经过上周五的强劲攀升，当前是在93.80位置附近，围绕着高点形成了震荡整理。也因此，美元指数在周内接下来仍有一定的反弹空间。但是受到中期弱势的影响，预计美元指数反弹遇阻之后将会保持震荡的行情走势。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澳元。那澳元对美元日线图回调到0.7870位置获得了支撑，企稳回升。澳元也是经过了连续调整，涨势持续。那从短线走势来看，澳元对美元经过7月26日一轮强劲攀升，最高上行到0.8065，遇阻震荡回调。那短线回调过程中，虽然下落动能占据优势，但是受到中期的涨势推动，预计澳元回调到0.7870上方获得支撑，中期将会保持强势的持续走势。建议投资者短线可以关注下方的支撑0.7870以及0.7790，上方可以留意阻力位0.7980以及0.8040。谢谢 Lucas。同时也感谢您收看本期汇市情报局，如有疑问请登录官网咨询我们的官方客服，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给我们留言，期待您的到来。在节目最后为您送上本周需要关注的重点经济数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谢谢大家，再见。